大家会来听的，我们感谢他荣任副任长，好不好？共同幻想的，我们的一位副议长陈天文陈副议长来到现场。那个重点，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大家来，我们的副议长陈天文陈副议长上来为我们祝贺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副议长为民服务是一流的，大家秉持他为民服务的精神，好好服务我们乡亲民众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们蔡局长，我们王大哥，啊，还有我们丁科长，组长现在是组长啊，还有我们信任的阿爸，阿爸他和我同分，我们在啊师傅那边是灵修的同班同学，啊。我是老灰，我已经还能老灰点，我还在想让他就来进去。丁哥哥的样子，今天很高兴啊，我跑这边采访资料，因为今天南屯林环中队也是团训啊，我身为大队长已经了不起啊。啊，今天更急的，我们小弟这边赶快好，因为我在那边做完训讲完话，我连一口水都没喝，就全身撞住到台湾人。啊，我们两个老弟呢，他们讲年轻有为，啊，他爸爸的优点他都知道，爸爸的缺点他都忘光了，是很优秀，是啊。中队他们二分局的所有的干部组长哦，你想等会哦，我听见热情的掌声，我们来给他们祝贺，恭喜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陈昭正，陈昭正，
大的。